第三，要了解下我们的生命，从地体上来看，是属于四身和六道之一。啊，四身就是我们这个看到的一些生命，它有四种诞生的形式。一个是胎生，啊，比如不仅是人是胎生，很多动物它也是胎生的。啊，还有是裸生，裸生就是比如鸡，小鸡，啊，它诞生是一个鸡蛋。啊，母鸡在那里，热气在那浮，浮到一定程度，哎，它破壳而出，这是裸身。啊，还有湿身，湿身就是你有一定的湿气，它就产生生命。啊，比如你的锅子放在那里潮了什么的，哎，它可能就有另外一种生命出来了，湿身。还有一种是化身，啊，变化而生。啊，这胎卵湿化，啊，在这种四种生命形态当中，人类属于胎生。好，然后讲六道，六道就三界轮回的生命形态，有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鬼道、畜生道。人道啊，属于啊六道当中的第二位，三善道之一，啊，但讲四生六道，人也不是说必定是胎生，有些特殊的因缘，啊，这个它可能就是也可以变化而生，啊，你比如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他的顶身王，哎，从那个。一个国王的头顶上起了个包，哎，能和一个小孩出来了。但是从一般的情形来看，大部分属于胎生啊。在六道里面，我们就像比喻成像那个井筒，一下子高，一下子低啊。我们来到这世间啊，就全且给一个名字，张三啊、李四啊啊，这么一个人道的名字。但是可能我们原来是从天堂里面过来的，或者以后我们要下地狱，啊，所以在这六道当中，真的是啊无常，迅速像做梦一样的。我们这一段这一个碎片的梦是人，啊，下一个梦可能就是畜生，下一个梦可能在天堂，是这么一种情况，啊，六道。都是无明大梦当中的片段。